Sağlık.去完租户，晏昼上嚟签新约。知道。记住唔好话俾帮人听，我哋未正式签约噶。我知点做噶啦，真系难为 Charlotte 你啦。都惯噶啦，又唔系第一次。咁又系，如果你唔系咁做，优视嘅商场业绩点会屡创新高啊？但我都系唔明，点解你咁坚持要将 UG1 租翻俾原租户咧？因为我哋商场都已经有几间同类型嘅餐厅啦。 再开多间类似嘅，咪就系造成恶性竞争。同埋人哋帮我哋租咗咁多年，又啱啱使咗笔大钱嚟装修，咁样赶人走，我觉得对人好唔公平咯。明白，都系你谂得周全。系 Brian 做嘢冲动啫。 Brian， 听讲你哋炒咗个 set 喎。唉，唔好讲啊，讲起女人系茶煲。点啊？ 你哋倾紧咩嘢？咪公司就快到期，银行离息嘅事咯。我哋财务部都未搞掂呢数。邱先生，坐。阿辉，你将新加坡酒店赌场个项目同大家讲讲先。 之前 Roger 引荐南美赌王 David Farm 同我哋优视喺新加坡间新酒店合作经营赌场，我哋双方都达成咗初步嘅协议。而家法务部已经随紧协议书，只要等对方签咗合约，我相信同银行倾进一步融资应该冇问题。非常之好，咁听日董事会进行投票。 喂，咩事啊？开紧会啊？哦，OK， 知道。咩事啊？爸爸提早今晚翻嚟。邱生，唉，仲谂住。 趁阿爺爺同班老友歐洲玩，嗱嗱聲過咗賭場提案，你點估到佢突然之間翻嚟？爹哋啊，你估爺爺到時會反對我哋？我幫阿爸傾下噶啦，應該冇問題嘅。入嚟啊！邱生，邱小姐嚟咗揾你。哦。二叔，你有冇時間啊？我有啲嘢想同你傾。咩事啊？ 我知道公司呢排財政有啲壓力，所以我做咗份 proposal， 希望可以幫公司解決到呢個問題。
我唔睇啦，你直接讲。听闻二叔想借新加坡酒店嘅赌场项目，再向银行借贷。我知道二叔咁样做系想尽快帮公司解决到财政问题，但我哋大家都知道，其实爷爷不嬲都唔赞成休市涉足赌业。我系惊爷爷佢会唔？爹哋，你有眼睇喎，佢又呢样又嗰样，鬼咁多藉口。爸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系邱家唯一嘅男丁，邱氏集团未来嘅继承人。你以后有乜嘢，我打落去叫你搞就得噶啦，唔使咁多废话嘅，包括你嘅唐家姐啊，浩儿，佢几犀利下啊，你醒啲啊，如果你一放松，佢就踩住你上。英国嘅朋友，你哋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APM 的观众，我是有份演出神奇小子的庄思明，我是有份演出神奇小子的费敏。那些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点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加多 TVB 的内容吧。